们吃。所以今天我们去了妈妈最喜爱的菜市场，这市场的名字叫慢慢市集。他们卖的蔬菜都是健康的有机蔬菜。我们到啦，这就是热闹的慢慢市集。除了 有机蔬菜之外，还有其他健康产品哦。这位老板在卖的是有机糕点，全部都是用有机材料做的哦。这是有机现泡咖啡，我还和一群小哥哥们一起玩象棋。如果大家有来慢慢市集的话，也不要忘了参观野芋园哦。野芋园是个有机农场，这里的农作物都不放农药的哦。周末到野芋园走走，很舒服哦。记得来走走哦。